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陈子乐园。今天奥特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玩具呢？发光的迪迦奥特曼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盒子，里面有四个手指玩偶，都有哪一些奥特曼呢？这个是欧布奥特曼的重光形态，然后是捷达奥特曼，哎，这不是迪迦奥特曼吗？最后的这一个是赛罗奥特曼，那是什么形态呢？这四个人偶都可以插在手上，那他们的样子非常的迷你和可爱呢。接下来是谁给我们带来神秘的玩具呢？是发光的赛罗奥特曼，他给我们带来的盒子上面有三位奥特曼的头像呢，这是佐菲、初代奥特曼还有艾斯奥特曼。那这里面也有四个手指人偶，都有哪一些奥特曼呢？这个奥特曼全身银色的，它的背后还有两个像刀一样的形状。然后这个奥特曼看起来好酷啊，它的眼睛是白色的。这是泰罗奥特曼，他还穿着帅气的披风呢。这个是赛文奥特曼，他的眼镜看起来好酷啊，里面还有一张奥特曼的贴纸，那我们可以把它贴在书本上。那你们知道赛罗奥特曼带来的手指人偶都是哪一些奥特曼吗？这里面有两位神秘四奥呢。接下来是哪一位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玩具呢？是赛文奥特曼，他带来的盒子上面也有三位奥特曼，分别是杰克、赛文还有泰罗奥特曼。打开之后里面也有四个手指人偶，让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一些奥特曼呢？这是带着披风的初代奥特曼，然后也是带着披风的雷欧奥特曼，他头上的角好有特色啊。这个是哪位奥特曼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最后这个全身是黄金的颜色。那最后这张贴纸上面也有三位奥特曼的头像。赛文奥特曼带来的手指人偶都有哪一些呢？你们知道他们的名字吗？最后给我们带来惊喜玩具的是哪一位奥特曼呢？原来是初代奥特曼。那盒子上面的初代奥特曼正在发动必杀技呢。这里面也有四位手指人偶，分别都有哪一些呢？这一位头上有两个角的是哪一位奥特曼呢？你们知道吗？然后这位奥特曼的眼睛是紫色的，他好像也穿了一件披风呢。这位奥特曼好像是位女的奥特曼，他有两个长长的辫子。最后这个奥特曼身体是黑色的，眼睛和彩视计时器是红色的。最后还有一张初代奥特曼的贴纸。那你们知道初代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手指人偶都是哪一些奥特曼吗？如果知道的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。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记得订阅我们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